呢一個係香港回歸祖國以嚟中央第七次在夏季奧運會結束之後安排內地的奧運健兒訪問香港，體現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國家強則體育強，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國家隊在奧運場上的優秀表現不但是運動員和團隊艱苦訓練的成果，更加彰顯國家國力不斷強大。我們對國家的發展和強大感到非常之驕傲。